怎么可能？我竟然花了这么多钱，我一直都很勤俭节约的。笑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看我平时追剧会员都舍不得开，网购不包邮绝对不买，铅笔都用成这样了，我都舍不得丢。哎，我可真是个好女孩，你要为有我这样节俭的主人家自豪。好了，猫头，你停下，给我留点面子好吗？我发誓，我以后真的再也不乱买东西了。新品限量开卖，新品限量开卖，五折大优惠，限时限量，买三十返一百。各位兄弟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买它！新品限量产品开卖，需要鼎力支持一下，冲呀！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